跟大家这个期待非常久的一个记者会，请他们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我们这个女主角开始好了，那就从这个白白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欣慧，我在华语的这里是江南地区。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易涵。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涵。对，然后接下来是东海。广州青年们，我是东海。哇！好，接下来是史源了。台湾病友，大家好，我是史源。好，那我们今天大家很开心，因为知道这个戏呢，它其实讲的是演艺圈的故事。那如何让自己因为在演艺圈工作能够投入那个角色，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当知道你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如何预备自己成为那角色里面的人物呢？易涵，就是把自己15年前刚出道的那一套，就是重现那个大家看出来。哦，就是当时还是菜鸟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当时你在这个圈内好像没有办法像戏中有这么好的这个姐妹淘的感觉。对。对啊，所以现在在剧中，白白也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对啊，你要跟大家讲如何把自己的这个现在工作的这个角色可以投入到那个戏。其实我会喜欢江南情的角色，是因为其实江南情是个外人，内热的人。对 对。那其实一直是恭喜一步一步融化他，最后因为恭喜就是一直希望江南情做好，然后最后江南情被大家改变，后两个人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演艺圈，我觉得是演艺圈啊，每个女星梦寐以求的好朋友。원작이워낙대단한 좋았기 때문에 무엇을 가지고
的唐都属于就不给玩了因为那个就是还是会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游戏公司有我们的当然就是相信不止在台湾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一部戏也很期待那必须他觉得说连这个角色他也责任也很重大所以他相信往后他也会努力的去诠释这个角色네감사합니다많이들어주셨습니다저희가열심히노력해서화려한공연을화려한성공으로만들수있도록함께노력하겠습니다相信今天也是有很多媒体来到现场那相信就像俊明和黄奕的挑战一样他会非常的努力的去挑战这部戏的作品是好